我去打你，我不对，我被判啊，我被判刑啊，我打你的事情也被判刑了，就是我跟你保姆的事情啊。我也很希望保姆，如果既然你那么有自信说自己就是清白的，我们来约公开一个场合，叫新闻记者都来，我们来辩论一下嘛，那我们就来对质一下了嘛。刁伯直播道歉，任害惨凤梨下战帖来对质，保姆回应了。你有种哎、欸，他真的很有种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没有警员来？然后你敢惹我？你不会告我怀疑？刚来给他照顾吗？不然他情况，第一天你不会告我怀疑？不送医哦，改天告诉你情况，听好，听好啊！哎，大哥进来。然后就一直在网络上一直说什么我摔小孩什么什么，那时候打我那个影片就一直问我怎么摔的，我说我根本就没摔他，我只要说我没摔他就揍。后来就是一直在网络一直那个不知道是就偷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就是他们好像是法官一样，就是要跟你判罪。那段时间几乎不太敢出门，然后也没办法睡觉。保姆虐童案上周案情大翻转，女童体内被验出的毒物反应疑似与父亲刁伯的相同，舆论开始一面倒。继凤梨叔叔开直播道歉后，沉寂六天的刁伯一号深夜也开直播反击了。今天刚好是翁来只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所以才搞成今天被炮轰成这样子，然后黑历史一直被挖，一直被挖，一直被挖。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事情。人家翁来对社会大众也有很多贡献的，总比你们这些在网络上后面。讲一些闲言闲语的好多的，后来当初发声也呼吁大家不要对保姆一家人去做一些，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坏小孩子，我们是八加九，直接撒名字，直接丢鸡蛋干嘛干嘛，去辱骂人家。后来当初是有呼吁大家不要去做这种事情，但我有，我朋友也有。这几天的风波，这一两个礼拜的风波啊，不是我躲起来，也不是我害怕，我并不怕害怕什么。从小到大，我小孩子就是我妈在顾。我老婆在顾，从来几乎没有跟我睡觉过，对吧？最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刚出生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可能有跟我睡觉过一两次。接下来都通通都在我妈那边，连照顾也都是我员工在照顾的。你说我长期让他吸入 CUK 有毒，那就代表我妈我爸都有了，我员工也有啊。验去验啊，我爸妈是没有的，我员工也没有，就偏偏我女儿有。那我这件事情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呢？那就刚好我有。在小孩子还没有验尸之前，你检察官就想用我头发了，你们就想用这一招了，你当我白痴了？今天社会大众叫我跟你道歉，让你两年这样，这不是逻辑吗？现在好，你现在带风向带成这样子 ，OK， 你最可怜。法医高大成在先前受访推测女婴虐待殴打几率是零，和检察官调查结果相符，刁伯怒怼回应，更要求保姆公开对质。因为第一点哦，他没有，不是给他照顾很久，好像才照顾两三天而已。很早我们就来当教过都是人怕，就是有一阵嘛，愈看愈袂爽，才会怕嘛。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他身上没有什么外伤啊。哦，第三点就是说，这个小孩一旦发生颅内出血，他已经昏迷，你会接受吗？我在保姆家有昏迷啊，我朋友你讲哇顶你，他说安奈拢袂叮当，所以一定是领导出代志，不是保姆领导出代志。你高大成说，我长期给他喂毒，有让他吸到非常密的烟雾啊什么的，所以他去保姆家才会晕晕的自己跌倒。符合一些你讲保姆讲的，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准备一些资料，以及一些专业人更专业的人士来讲，比如医生啊什么的，我们都是有准备的。就是我跟你保姆的事情啊，我也很希望保姆，如果既然你那么有自信说自己就是清白的，我们来约公开一个场合，叫新闻记者都来，我们来辩论一下嘛，那我们就来对质一下嘛。对于刁伯喊话要当面对质，韩院保姆也独家回应三立新闻网，表示他没有看，也不想看，只希望早日恢复平静。我女儿为什么发生事情，你可以延误就医啊？我女儿为什么到你家，你不在，你要给你老公？我们不是都已经交代了吗？我只能说我没做的事情，我不需要去承认，我也不需要去跟道歉什么事情。我该道歉的人应该道歉我。保姆有没有问题？等司法。还是我有没有问题？等司法来判定嘛。